小牛奥利。牛爸爸正在做他的新发明，终于完成了。这是恐龙宠物卡。爸爸，你在做什么呢？哈哈哈哈。哈哈哈哈。啊！你们看看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恐龙宠物卡，只要用这个，就可以直接传送到恐龙宠物身边，和他们一起玩哦。哈哈哈，我这还有很多卡片呢。这个小铁盒里的卡片，你们拿去玩吧，不要玩太久哦。哇！哇！哇！让我看看这是什么恐龙？是甲龙。我等不及和恐龙一起玩了。是甲龙，要是有一个皮球就可以一起玩了。哇，实在是太酷了。奥利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奥利怎么样呀？实在是太好玩了。那我也要玩。哦，嗯，哇，是镰刀龙。你的指甲好长啊，我们来玩涂指甲吧。啊，天哪，太厉害了。实在太好玩了，奥利，再让我玩一次吧。这是怎么了？我把盒子里面的卡片全倒出来了。我要一口气儿玩个痛快。狡猾的奥利，我也要玩个痛快。就剩最后一张了。这张卡太危险了，我来替你玩吧。不行，就你玩的次数多，最后一张让我来玩。不，给我玩。不，给我玩。奇怪了，怎么一直都找不到霸王龙的卡片呢？难道说……天哪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们赶紧出发去恐龙公园吧，快！这只恐龙会攻击我们呀！
孩子们，我们来了。终于安全到家了。为什么这只恐龙会攻击我们呢？是啊，差点就被吃掉了。霸王龙可是凶猛的食肉恐龙，可不是那么温顺的哦。不过我还真想要一只霸王龙宠物呢。凯蒂，这不是正好完成了你的愿望吗？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。